Hello， 我是林诺，今天来玩阿美士兵猫。士兵猫就是大树猫强化版，终极倍率极高，面板竟然比骑兵猫还高，可惜程度输了一点。今天玩它的重攻击，这猫真的很强，强得不可思议。士兵猫获取超简单，刷刷小怪就能拿。不过它的外形太普通，基本上不吸引人玩了。这里蛮多士兵的，应该不会很难刷。配装就是用重攻击，有伤害，有消刃。鲜血换与敌人出血，增加伤害。辅护符，增加满续重攻击伤害。双手剑护符，增加双手共识输出。双手归护符，超快回复耐力。黄金树立式，增加攻防。火焰施雨，增加物理伤害。配点就不一定，看你们用什么之变。本来是打阿美的，但是影片发生一点意外，我终于从韩国回来了。接下来要处理直播问题以及频道的问题，因为我回来后出大事了。由于太久没发片，频道感觉快要挂掉，每次影片增加的流量都变成百位数在跑。至于黑神话悟空，不一定会拍，因为不一定买得到。如果买得到一定拍，买不到就对不起各位。今天废话到这啦，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